你不要 H7 的话就是一般的配合，然后这一个孔这边 H7 这样就变成你那个组要另外做卡密配合，啊，配合的话呢，你要看哦，这个 H7 它不是鱼系哦，它有可能会那个过度配合，可能会夹掉，所以那个组变成你那一根组要做两种配合，中间只爱做鱼系，边啊爱做紧配合，同样一根组要做两种配合。那如果我这一根轴是去买标准的圆光棒，那我就是做本座这边做紧配合，啊，我这一个是加工件嘛，我就做鱼系配合，所以就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个还是用它提供的是最理想的，这个好，这个地方是相关的。走起走，是这样，这个是相关的。这俩科起出来，这嘛是一个重点分数。好，好，安尼了解。好，还有吗？